小朋友使出吃奶力气把球丢给妈妈接，还玩起大风吹，欢笑声不断。一连串游戏关卡让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摇身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园。庄严梵拜响起，主持觉凡法师亲自主法，佛光宝宝新年祝福礼为108个孩子洒尽祈福，祈求观世音菩萨庇佑孩子们无灾无难，身心健康。今天真的是很吉祥的日子，看到大家带着宝宝们来到佛光山，真的是很开心。掌声威尼还跟大家一起在招手，欢乐气氛洋溢整座道场，不少家庭三代同堂前来共享天伦之乐。这一天，将近400人在新的一年开始回到法身慧命之家，在佛法熏陶之下展开2024年。人类是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